享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我是无忧无虑的，更是充满欢声笑语的，愿意为了梦想不断的去尝试。只有坚持才能看到希望，永远相信自己最初的梦想，坚持不懈的朝那个正确的方向去努力。未来是我们共同的梦幻舞台，在舞台上翩翩起舞。艺术是连接心灵的桥梁，让我们内心更加充实，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奔跑。天真无邪的笑容永远灿烂如花，相信你们的未来也充满了无限可能，让我们一起跨越时空，拥抱那个科幻而又绚烂美好的未来吧。祝福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、开心、幸福。完美非常快乐的童年，我摊牌了，我从小就是月亮姐姐的粉丝，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喜欢月亮姐姐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其实看我们节目长大的小朋友，看到你们小时候喜欢的主持人是一份快乐。然后我记得在春晚的时候，我们还唱了一首歌叫《看动画片的我们长大了》，看动画片的我们一代代长大了。第一次在春晚现场连排的时候，我唱到后面就开始热泪盈眶了，因为我们终于成为了小时候我们最想成为的那个人。我从小是看月亮姐的节目长大的，然后今天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同框，真的特别的开心，要哭出来了。谢谢。哎呦，是要流眼泪了。把我说的眼泪也要出来了啊！其实，其实做少儿节目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。然后我看到那么多的小月亮姐姐出现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今天化妆的时候，我在跟我的化妆师讲，我说她们年轻真好，她们好漂亮，好有青春的朝气和活力。我真的代表少儿频道，拥抱你们的到来。加油！那说完这么感动，我来一个搞笑的吧。我小的时候给少儿频道打过电话。放完动画片的时候吧，主持人都会问一句非常简单的问题，但是每次打过去电话的小朋友，他就是答不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看着我特别，就是我一定要打，我一定要打，直到后面被爸爸妈妈发现了。
是我小时候会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做手工。刚刚我看到台下的小朋友们拿着这个风车啊，我就想到了，哎，我之前就做过这个风车，但是呢，可能由于自己的动手能力不太行，很多还是没有做成功的。大家这么多经历都说完了，我们现在站在童心加油站的这个现场，真的有一种大家一瞬间就长大了的感觉。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成长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，那我想接下来听一听我们小朋友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呢？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吗？长大了。长大了。还没有。还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父母的帮助和他们的教导。我觉得我没长大，因为我觉得我还很幼稚，4-5岁小孩喜欢的东西，我妹妹都不喜欢的东西，而我非常喜欢。你觉得哪一个是长大了？18岁成人礼，18岁不变成老人。别亲个闹。我觉得我长高了，我就长大了。我能自己吃饭，能自己穿衣服。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掌管零花钱的时候长大了。成为了妈妈以后，尤其当你见证一个孩子的生命从无到有，我要付出我对孩子的一个爱了。当穿上军装啊，和送行的亲人们挥手告别的时候，那一刻我觉得我长大。有些时候成长好像就在一瞬之间，有些时候它好像又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过程。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，作为我们愿意守护那份童心，陪他们一起长大。来吧，一起陪我长大。陪我长大小世界，他们爱哭，他们爱笑，他们在蹒跚学步，他们在咿呀学语。游戏时间到了，一起来玩吧，宝贝棒棒的。本节目由盖师冠名播出。